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五个超级好用的短链接生成网站。第一个网站是 Bitly，网站号称是全网最棒的短链接生成网站，它提供专业全方位的链接缩短器，通常是为企业服务。这个网站在欧美国家使用率最高。首先，我找到一个微信号里面的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呢，它的链接比较长，我们复制一下，复制过来，点击 shorten，这就生成了。生成的短链接属于后置网页，我们只需要复制它就可以了。点击 copy。复制成功，非常方便。Bitly 不仅为企业客户服务，也为个人服务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收费情况。这是包月，还有高级版的收费情况，也可以进行定制。我们如果免费版的话，就是每个月可以用50次，这对我们偶尔使用短链接的来说也够用了。其他的针对个人用户来说，我觉得稍微有点偏贵了。当然，它的服务内容并不仅仅是生成短链接，还有数据跟踪、统计等等吧。介绍的第二个网站是 Rebrandly，网站同样来自于国外，受欢迎程度也是比较高的。在中间部分将网页复制过来，缩短，在这儿只需要复制一下就行，点击复制，然后链接就已经复制成功了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收费情况，针对免费用户或者说不需要注册的，每个月最多可以提供500次的服务，我觉得这也足够了。第三个网站是 Short URL，网站界面非常简单，粘贴框下面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免费的工具，我们将网址复制过来，点击，这就生成了，只需要拷贝就可以了。这是它原来的网址，非常棒。第四个网站是 REURL，这是由台湾人创建短链接生成网站，整个界面也是比较简洁的。当然，它也是链接了一些谷歌的广告。我们复制网址，点击生成，在下侧有一个短链接，点击复制链接就可以了。同时，它也给你生成了一个二维码供你使用，很方便。网站是永久免费的，提供中文繁体和英文的界面。第五个网站是 D 短链，这是由中国大陆的一家泰森云公司运营开发的。我使用了几个月，我发现这个网站也比较方便简洁吧，是永久免费的。我们复制一下网址，立即缩短，点击复制网址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再见。